挡我偷穿媳妇的光腿神器。找什么了你这俩？找衣服呀。什么衣服啊？我的裤子，我的光腿神器呢。什么样的光腿神器啊？秋裤啊？比秋裤再厚一点，穿着穿裙子用的。今天打算穿个裙子，浅色的裙子，我找怎么找不到了呢？你放哪去了啊？我每次穿完了就放在你这个边上。你放我这里吗？你的衣服你放我这里吗？不在你那边吗？对不起，我的打底裤都放在这个盒子里了，这盒子里怎么都没有呢？可能你忘了，你去你那边找找。每次我脱下来我就放在这儿了。那光腿神器什么样啊？就比你的秋裤要厚一点。你叠着盒子找找。盒子都是夏天衣服，我那天刚收拾的，我放在上边儿，我都放在这个边儿上，像这样的，像这样的，就是一个肉色的，肉色的，像你脸一样色，你看到了没有？没看到。我每次我就记着穿完了，我都放在这儿了。你拿这两个。你不穿了，找不到，不穿了吧？不穿，穿裙子。你不用个黑色的吗？现在要穿个黑色不行吗？穿浅颜色，穿个米色的裙子，穿个黑的多丑啊！不丑，找不到就不穿了呗。光腿出去啊？换一个呀，换一个也不穿裙子了，穿个短裤啊。干嘛？我上肉找找。这不都小孩的吧？每次穿完了都放在那儿了，那好的，找找吧。找不到了。你再好找找。就在你柜子这儿，你看见了没有？哈哈。你看没看见？没有。放在这儿没了，那怎么就？你忘了吧？你不忘了什么地方了？那再去买一条。再买一条？再买一条不花钱啊？找都找出来了，没有找不到，我找了，我今天早上一早上了，就找那条打底裤，我柜子我都翻烂了。不是媳妇儿，哎，啥呀？这不是我的吗？啊？你穿着我的干什么？是吗？今天早上什么时候穿的？你不是给我把我那个谁洗了吗？你嫌我穿怪长时间了，我这今天早上找不着了。别的太厚了，我觉得这个正好和我的秋裤差不多，我就穿了。你不是平时没见你穿啊？我就穿裙子的时候才穿，我每次。我穿正好了。给大家看看。哎，怎么了？你个大男人，你穿了我的肉子，还穿了个红袜子，你有什么癖好？我不是今天早上我那个洗了吗？你给我。你洗了不是还有那些薄的吗？薄的太薄了，正好这样的。什么你都穿，你能穿进去了？你不紧，我腰有点紧，下面正好。你哟，你好意思不你？你穿完了我还怎么穿？你给我撑的那么肥。我现在还能要吧？你现在胖的跟我差不多了。你扯呢你？我的腿再怎么胖也没有你腿粗。你看，这个有弹性，没事。你穿完了我不要了。那我脱下来给你洗洗，我脱下来给你洗洗，别买了。你穿完了我还怎么穿了那么肥那么脏，我洗洗恶心，天天穿我的，你穿我了你跟我说一声呀，我那些有不要的，我以前胖的时候穿的给你穿一条，不正好在我那地方吗？我变态，我自己去买一条。